扣一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。还没开始呢。啊，啥玩意儿？没开始呢？你咋上来就开始？一坐上就大了的好，挺霸道呀。你采访我们四个呗？你的意思？对，是这样的。那木最近拍戏拍的开心吗？哎呀，那是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快乐。那你拍戏开心还是录《桃花坞》开心？你问的上一个节目，你问的，哎，你上一个节目开心还是这个节目开心？行，你快别说了。我错了，孟姐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嘉宾已经呼之欲出了。今天有请到的，今天我们的嘉宾比任何人都要吵。对，好吵，好吵。对，他一直在说话。我们的特别来宾孟子义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子义。OK，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到了，这也是我们在线上征集的，就请问孟子义老师在桃花坞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人？好尖锐这个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问任何一个人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，就是说大家都喜欢，不如我们就问下麒麟，这桃花坞里面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呢？他居然问我。Thank you。那必然是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吧？一个我喜欢的都没有是吧？啊，为什么？我们不说喜欢这词儿是吧？有没有比较相处的好的人呢？嗯哼，麒麟比较相处好的人是谁呢？哎呀，你就说你跟人家先问你的，你看他老婆，今天谁是嘉宾啊？